Good morning, American. Good morning, Texas. Good morning, Florida. 早安，美国。早安，德克萨斯州。早安，沃斯堡。我是张亚东，我现在在美国，给你报道美国人家。我们看看这里的人，这里的家，这里的国，这里的天下，这里的世界，一一展现给大家。今天是有风比较大，所以有流云，月亮还是很清楚，一半的月亮，上轮月。我们看一下流云，高天上流云，落地变甘霖。每家有自己的木栅栏，这边有鸟叫啊，小鸟喳喳叫。这是自家的庭院，然后门口有两个凳子，有灯啊，有浇花的，有自己的小灯笼，自得其乐，自己生活着很有趣味。在美国生活要耐得住寂寞。这附近是有机场，这是直升机。美国的很多城市都有直升机，警察追车呀，追那个逃逸的车辆呀，有时候就会用直升机在上面定位，以后无可遁形，看那个追那个逃逸车辆啊。这地方这个油桶就有装饰了，两只小鸟在这叫，然后自己粉色的，这家子过得很有情趣啊。上面还有蘑菇，这是很典型的，就是美国的家庭喜欢篮球嘛。在金州有金州勇士，这边有达拉斯，有达拉斯小牛，休斯顿有火箭，著名的姚明，火箭。所以篮球是美国的应该是国球吧，对篮球比较热。篮筐投一个，锻炼身体，早上起来走一走，溜一溜，也是一个很好的。也是很好的一种锻炼，空气清新，美好的世界，红色的花，这花色很好看，哇，这上面还有小松鼠呢，每一家都不一样，有小松鼠。在美国走的话会经常看到小松鼠，它这边公园绿化的非常好，所以经常会有小松鼠出现。白云悠悠，房子、车、鸟、飞机，就是没有，很少见人。这几个街上就我一个人在走路。走在微风路，为大家拍摄我的 vlog。这是白色的花，这是双车库，
双门的车库，这里面的灯还在亮着，灯还在亮着。今天是星期五，是大家倒垃圾的时间。这上面是旗帜上是德州的地图，鸟笼。这上面是有皮卡，皮卡上面有这种银色的装的箱子，有盖，可以装工具。这个是有个陡坡。可以听到风声吧，呼呼的风声，很舒服，阳光明媚，蓝天白云，还有微风，在这个给大家拍摄。美国总共有50个州，我已经走遍了32个州，接下来还要往下面走，再把接下来的12个州走过，然后在德州、加州、夏威夷、佛罗里达、堪萨斯、北卡，在有些州我们还要生活。哎，这是什么？我们瞧遇了一个亚的 seal，house seal。Good morning。Morning. Have a look. Okay. Yeah, beautiful. I make the vlog. Make the vlog. Vlog. Oh, okay. You too. Oh. Oh. What's your name? Lady. Lady. Mm-hmm.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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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K. I'm East. Hi, East. How you doing? Yeah,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It's in the Friday, it's Yard Sale. Friday, tomorrow too. Today, tomorrow. Today, tomorrow. Yes. Okay. If my friend need, I talk to them. Oh, okay. Okay. 这是美国的家庭，他在这个车库销售一些东西，衣服、裤子呀。就是很简单的啊，还有这种包是的，这是装个相机的包，是 ，this is $3 yes $3 but I can make you if you want everything you can come back okay have a great day you too thank you.这个也就是自己车库一摆，然后往十字路口一贴，就是可以那个可以亚德斯了。他们头发很好，一个金发一个红发。黑人就是生活的非常奔放嘛，白人比较含蓄。我们的亚洲人、华人比较内敛，现在也有很大的改变，大家是相互融合。拍拍这个画，然后还有这个碟子，这是什么碟 ？Bruce， 有个碟，漂亮啊，漂亮的花。
这个车比较古典一点，就看看这是什么。哦，老古的车了，古农车还在开，可能是经典款吧，不懂车，对车不太懂。好，这就是我在美国的频道。我是张向东，欢迎大家订阅、欣赏、评论、观看、分享，谢谢大家，下次节目再见，拜拜。